挥低张继聪、袁伟豪首夺男配。一众 TVB 艺人昨晚在马来西亚出席完那边的颁奖礼，反抵香港。袁伟豪拎了最喜爱角色奖，又攞埋最喜爱男配角，心情是不是很开心先？好 surprise 啊！因为谂冇谂过攞完呢个最喜爱电视角色奖之后，就有机会攞呢个男最喜爱男配角。嗯，但系好犀利喎，打赢咗阿聪。都幸运啦，觉得自己系啊。嗯，因為他在我心目中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。自己沒有想著拿獎是不是真的？那拿獎那時的氣氛是不是很正啊？今年他們頒獎的形式都挺特別，就是用我們最後三強的個相擺出來，然後就用一些馬拉文的英文，那就即是猜是誰，那我們不懂看，那有些現場觀眾就叫我的名字，那其實我都不知道是不是，鏡頭又一直聽著自己，所以當時大家的狀態都挺興奮的。咁今次攞獎會唔會對年尾嗰個頒獎禮信心再大咗啊？兩回事嚟嘅，係馬來西亞還馬來西亞啦。咁我自己睇又覺得志在可以參與一下已經很好。